怎么了？我的表是你捡到的吗？不是。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真不是我捡的。那要不你留个电话，这块表对我意义重大，我真要谢谢你。电话就不用留了，都小事儿。蓝同志，请认真交代你的问题。他在你不在的时候呢，把表落在了你的位子上，然后说是我捡到的，要谢我。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以后也不准知道。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知道了，以后肯定也不会知道。那也差不多。快点出来啊！房间好看吗？你也。蓝小野，好不好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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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寝室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应该先说抱歉吗？阿泽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挺没意思的。天野，你还记得那架飞机模型吗？当然记得。我记得当时我爸答应我，考第一就给我买。我拼命考了第一，他却告诉我玩物丧志，再也没有提过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舅舅从香港给你带来一架。那是我的生日礼物，我舅舅跑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，才买到跟杂志上一模一样的飞机模型。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抱着睡的，我妈却说让我送给你，怎么可能？所以阿姨最后还是偷偷拿给我了。天野，如果还有下次，我绝对不会让给你了。抱歉，没有下次。如果你不好好对她，我会把她抢回来的。那你应该没有那个机会。希望吧。阿泽，下次再叫你吃饭，别再找理由了。考虑一下，走了。哎呀，我还是写不出来。小子，干嘛？过来。突然亲我，给你找灵感啊。什么灵感？写歌词的灵感。你忘了高中校歌怎么写的？臭流氓。
塞，出国留学你想去哪啊？我哪里都想去，可是我好想去意大利呢。意大利也不错，就是美国对呀。刚刚那个2+2什么意思啊？陆文、百川还有美国伯克利一起举办的合作交流项目，如果有意向的话，现在就要准备资料和英语成绩。那也太突然了。不算突然啊，我上周就看到他贴出来了。伯克利大学，就是那个学生拿了无数格莱美大奖，还是王力宏母校的那个学校，也是无数天才音乐人向往的摇篮。三子，你还记得当年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学文吗？嗯，我挺想去的，就是学费很贵吧。我刚才看了，上面有一条，说如果成绩优异，可以减免学费。真的？旧金山是不是很远啊？我陪你。我做完了，还有5分钟呢。你今天做的也挺快的嘛。都是我们苏老师教导有方。蓝小野同学，为了激励我们学习，今天错的人要受罚。什么什么？我还没想好。不过，对的多的人可以向错的多人提一个条件，错的多的人不许拒绝。没问题啊。快考试了，天野，你复习的怎么样？还好啊。可是我好紧张。紧张什么？想到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就有点害怕。不是还有我吗？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当然。灿灿，错了13道题。你等着。蓝小野，你今天很棒，但是呢，你还是比我多错2题，所以你要受罚。说吧，怎么罚？过来。干嘛？过来。罚你被我亲一下。天野。我们一定一定要一起去美国。